一顿只吃朝鲜料理，而且每种料理只能吃一口，安东鸡太好吃了。今天吃安东鸡，先来一口粉条。哇，哇，超级黏糊，特别的入味。我觉得安东鸡里的粉条比那个肉还好吃。哇，来口肉，来口鸡腿。哇，嗯，超级的入味。鸡蛋，安东鸡的这个肉炖得特别的烂乎。哇，必须得配口面吃。哇，这个是半冷面。嗯，我觉得这种拌的冷面比那种带汤的更好吃，超级的入味。来口泡菜豆腐汤。哇，嗯，哇，来口汤，这应该配米饭吃。拜拜。